五 G 精湛的牛奶叶乃文，为了这次的 V Power 演唱会，设计了许多高难度的动作，举凡翻、滚、弹跳，各种看似高难度的动作，都让人感受到牛奶的辛苦以及诚意。欢迎叶乃文牛奶哥，耶！快给我一杯热牛奶，好冷，现在真的要热牛奶。对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变热牛奶，因为你看我现在一直在流汗，然后刚刚彩排完，当我知道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参加 V Power， 然后就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。然后我其实很谢谢 Andy 哥，然后所以这次的表演也把所有的歌，包括脱逃出跟热牛奶两首歌做了一个混音，然后也特别去就是练了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，想要借由这个演出，然后可以表演给大家看。